这汤太好喝了，根本就不够我喝。来来来，把你的给我点儿。特好喝。呀，这才够嘛。这么说，酒还在。老板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就等你了啦，还有好几家嘞，一两公里要等下去嘞，赶快。你买保险啦？啊。自从认识你以后，天天突发状况太多了，我怕我死了，我要买一份。我觉得你应该来一份。真讨厌！我看看。这么便宜？哎，你土豪怎么买这么廉价的保险啊？我买的种类多呀，而且次数频繁，每月都得来那么一。每个月来一次啊？笑什么？没什么。啊。哎，我这朋友就卖保险的，要不你把他明天收拾吧？你认识人多，你帮着宣传宣传呗。我认识的都是穷狗仔，怎么能跟你们土豪圈比消费水平啊？钱小美。用来挺麻烦的，干嘛呀？我开玩笑的，你帮我那么多忙，这事儿我帮你。不用，真挺好。哎呀，这事儿我帮定了。钱小美，这名字真好听，特好一姑娘吧？她是不是你车上那些个虫之一呀？什么虫啊？忘了算。面啊，还是有味儿。其实，下次我们不用到这家来吃面，也没那么好吃，是吧？说这女人吧，你对她好的时候吧，她对你态度不好；你对她不那么好的吧，她还对你特别好。人真不知道是怎么想，真难懂。可不是吗？你觉得你懂的，但其实吧，你根本就不懂的。是。换一下，啊，没事，换一下。这一开始吧，对你特别凶，凶得吓人。哎，可是突然冷不丁的有这么一天，哎，他又特别关心你，是吧？哎，更吓人。嗯，哎，这不合适呀，是吧？是啊，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那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有没有想过我怎么想怎么看呀？你考虑到我怎么想怎么看吗？你说这是魏兰吗？那不然呢？你刚才说的是小梅吧？啊，那不然呢？哎，你买保险吗？买什么保险？买。哎，你吃辣椒吗？吃什么辣椒？这辣椒。不吃。靴子里，小叶子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你先说。我先说吧，昨天我去见我爸了，然后我跟那货吃了个面，然后呢，后来我还碰到我姐了，然后我要去英国了。什么？这机票。
你还不知道？他还不知道？你不会还没告诉他吧？给他一个惊喜啊！你给他惊吓吧，你太不靠谱了，招呼都不打一声，你过去干嘛呀？大科学家夫人呀，你们已经一整年没见过面了，上次联系还是发微信吵架，突然间就把工作辞了，到英国去结婚，不浪漫呀？你是浪荡吧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不是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人家压根就没有想过要娶你呢？不可能，他上个月还给我发微信说，要不是隔着这几万浅浅的海峡，我早就给你套上戒指，穿上婚纱，迎娶你过门了。胡扯，这么有中国风的情话，一点都不像那个漂亮博士说的。你坏精神，这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啊，那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我怎么一提他你就给我泼冷水啊？我不是泼你冷水，你想你们俩毕竟隔得那么远，又那么长时间没有相处过了，你还把工作给辞了，你就不能冷静地思考一下吗？子琳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也知道你舍不得我。我那个大博士还有两年就毕业了，到时候我就跟他一块儿回来，咱们就可以团聚了。所以这段时间不要太想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小叶子，我会想念你的。对于你和科学家，我从来都没有泼过冷水，我只是太想太想太想你幸福了，比任何人都想，不是今天，不是明天，也不是两年后，是一辈子。子琳，我会很想你，很想很想你的。嗯，我信。所以子琳，你也要赶紧找到你的幸福，到时候我们四个人，我们去旅游啊，一起环游世界。好。对了，你刚刚跟我说了那么一大堆，见到那个见到这个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昨天我见我爸了。你去你爸家了？去疗养院。你爸生病了？没看出来。那你们都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我没让他看见我。你这去都去了，干嘛不见啊？见面了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呀。哎，对了，你刚刚还说你跟一个货去吃饭，哪个货？有吗？我就见过我姐，还有我爸，就没了。徐子林，啊，你赶紧告诉我，快说怎么回事。什么呀？你赶紧说怎么回事！好了好了，我说，我还跟叉六侠吃了个面。叉六，吃面不是关键，不要避重就轻，坦白交代。交代什么呀？我就是突然觉得，他这个人貌似好像可能，还不错。笑什么？哎呀呀呀！我们铁骨铮铮的女汉子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啊。什么貌似好像可能啊？我可是确定、一定以及肯定，你对他有感觉，而且很强烈。有感觉怎么啦？有感觉就上啊！你有病啊！我是不懂什么感觉啊，但是我有漂洋过海的男人。我要去英国了。康总，坐。蔚蓝，你进入销售部应该已经有三年的光景了吧？愚公，我只要求你做好分内的工作，我也不要求你在我底下干一辈子。于斯，你我共事多年，我也希望你有更好的发展。如果你现在告诉我，你有一个非常好的 offer， 你要跳槽，
如果你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，对你有利，只要你能交接好手头上的工作，只要你不透露我们部门半点商业机密，我都会衷心的祝福你。你现在却要跟杰森走，你确定这是对你最有利的选择吗？你了解杰森吗？康总，当初我进公司的时候，您和吉总都是我的前辈。当初你进公司是最基层的销售人员，公司很多情况你并不了解，更不知道。你知道杰森是怎么去法国的吗？我知道那个机会原本是属于你。这不重要，也不是重点。你先看看这些资料。在两年多前，公司所有管理层人员都收到一份关于杰森的匿名材料。公司也是为了把这件事情压下来，才派杰森去法国的。这一个是个不入流的三线女演员，也拍过一些烂片。杰森自从跟她传出绯闻之后，杰森的爸爸一气之下把她赶出家族企业。杰森有今天的地位，你以为他不是靠背景，是凭自己的实力奋斗出来的吗？不是。接下来那个叫唐新荣，是大企业家唐荣光的女儿。杰森已经跟他达到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就因为唐荣光投资失败面临破产，杰森马上就跟唐新荣提出分手。你认为这样的男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这些都不是重点，接下来那个才是重点。他叫许一，是杰森的助理，跟你一样年轻漂亮，有能力，对工作有激情，也有一个很爱他的老公。可是正是因为跟了杰森，被杰森骚扰，跟老公产生误会，最后导致离婚，也因为拒绝了杰森的求爱，让杰森有借口把他给开除掉。在事业和感情双重的打击之下，许一精神崩溃，试图自杀。虽然人是被救回来，可是再也没有从低谷走出来。我跟你讲这么多，就是不希望你去跟杰森，也不希望你被杰森的假象所蒙蔽，我更不希望你走许一的路。你明白吗？我进公司的时候，许一还在。您刚才说的事儿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杰森虽然离开了家族企业，可是他毕竟是个有背景的公子哥，公司还要跟他的家族有生意的往来，所以上面下了死令，所有拿到这份资料的人，只要敢透露半句，马上卷铺盖走人。加上杰森已经被派到法国去，所以这件事情就慢慢的平静下来。这些消息和八卦小报的捕风捉影没有什么区别，如果是真的，完全不需要用这种写匿名信的下三滥的手段。蔚蓝，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如果你还执意要跟着杰森走，你妄想以为他会为你的事业带来多大的提升，那是在做梦。如果你想接近他，给自己钓一个富二代，以后开心的做少奶奶，那我祝愿你好运 ，Good luck。康总，我来 MT 只想好好工作，没有别的事的话，我就先出去了。蔚蓝，你真的就这样决定了？康总，在销售部的这些年，我谢谢您的照顾和提拔。我也奉劝您一句，像这样的东西，您最好不要留着。要是被别人知道，会误以为您是一个不辨是非的人。康总，再见。
吓死我了！累死我了，老大，我终于找见你了。怎么啦？还是以前好，我们都坐在格子间里面，想说什么抬头就说，每天肩并肩手拉手，一起走在生命不息八卦不止的道路上，哪像现在啊，办公室没有，大厅也不见，要见你还得上天台来，哎，累死我了。叨咕什么呢？图不错，直接发给刘编吧。是吧？姐，你进步很大，那是必须的。老大，你都振翅高飞了，我就不能落后了，是吧？老大，老大，坐。来，陪我喝一杯。来，康总，您这是？白萍，你告诉我。我对蔚蓝怎么样？您对员工一向很好啊。连你都跟我说这些场面话。白经理，现在不是上班时间。我希望你实话实说告诉我，我康丽有哪一点对不起他蔚蓝？哪一点？你说。对蔚蓝很好啊，你很器重他，也给了他很多机会嘛。宏远的案子有多重要，你是知道的，而且你是从头跟起，我硬是从你手上把他抢过来，给了他负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真的相信他，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原来的样子。那股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服输的劲儿，你理解吗？我理解。你不理解，你一点都不理解。我康丽能坐上今天这个位子，是凭我自己一点一滴。如履薄冰，小心翼翼走过来的。我没有任何家世背景，我没有靠父母，我更没有靠任何男人。这些年，我康丽都是凭我自己，凭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可是那杰森呢？人家有来头，有背景，连总裁都要敬畏他三分，所以人家肆无忌惮的在办公室跟女下属玩暧昧，搞婚外情。可是我不敢，我康丽真的不敢。原来我在 MT 也有个男朋友，可是我们只能地下情。我们受了多少罪，多少苦，我都忍了，我一一都忍了。我就是为了等待去法国这个机会。当时我们都商量好了，只要我当上了法国销售代表，在法国稳定下来，他就马上在 MT 辞职，飞过去找我。我们就可以在那儿结婚，定居下来。连总裁都答应我了。
这个机会是属于我的，是属于王康丽的。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杰森跟他的下属传出的风流韵事，就因为这些东西，我们每个 MT 主管都收到一份跟杰森有关的匿名材料。公司为了息事宁人，居然把我期待已久的机会就这么轻而易举的送给了杰森。总裁来找我谈话了，他说：“康丽呀，你真是辛苦了，你真是太辛苦了，你太优秀了，你太棒了，我们 MT 的销售部是不可以没有你的。人家总裁都说了这么冠冕堂皇的话，那我能说什么？我能怎样？就眼睁睁的看着杰森拿着高薪资就这样去了法国，而我呢，我辛辛苦苦在 MT 拼了这么多年，我有什么？我一无所有。王总，你千万别这么想。你这些年在 MT 的业绩，无论是在别人眼里，在高层眼里，在我们的眼里，我们都是很敬佩你的。那百平，你呢？我在你眼里是什么？是怎样的呢？我自然也是很敬佩你的。敬佩，原来我在你眼里也是仅有敬佩。好，谢谢你，白经理，你可以走了。你可以走了。哎，康总，就别再喝了，都已经这么晚了。要不你家住哪里？我送你回家吧。家？这个就是我的家。我在办公室过夜的次数，远远要比我那个家多得多。我知道你们在背后议论我，说我是个工作狂，可是我除了工作我还能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不想回那个家，空荡荡的一个人，我很害怕，我真的很害怕。我不想回去，我真的不想回去，我不想回去。别再喝了，别再喝了，你让我喝，你让我喝。家这么难呢？为什么？失态了。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些话，你不会告诉别人吧？不会啊。
你不会骗我吧？你不会像蔚蓝那样背叛我吧？绝对不会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听我讲了这么久的话，我现在心里舒服多了。我真的没事了，我真的没事了，我好很多了。你可以回去了，麻烦你一会儿把那些八卦资料都给扔了吧。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些东西，再也不想。是了，你查了吗？这个月奖金特别多，销量好了，广告就多了，广告多了，钱不就多了？那是你也能得到，我们这帮竞选就跟着升天了。别说那些没用的，发了奖金，赶紧把你欠我那顿饭补上。我什么时候欠你饭了？我哪儿欠你饭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，这什么呀？哎，这不是那个女明星啊？是不是她傍了一个导演去香港拍片，结果到了才知道拍的是三级片，吓得屁股尿流队回来了。我们咋去啊？姐，你在哪？我必须马上见你，很重要的事儿。赶紧去公司楼下的咖啡店，半个小时后见。Jason 真的在追蔚蓝，被你说中了。你是说 Jason 调蔚蓝姐去大客户的事儿？啊，很明显。齐总那是看中了蔚蓝姐的能力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公司能人那么多，他为什么偏偏看中蔚蓝？而且 ，Jason 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什么情况啊？我错过什么吗？哎呀，就是我跟你说那些啊，他和你下属的事儿。哎，那你说蔚蓝姐这次去大客户部，这不等于羊入虎口吗？傻呀，因为越难就越难。这么着急找我，有事儿？你喝点什么吗？不了，说吧。你跟那个杰森到底什么关系？你这么火急火燎的跑过来，就是为了质问我这事？这么说，你跟他真的有关系？我和他有什么关系？和你有关吗？当然了，虽然这几年我们没有见过，但是我和妈心里一直很惦记你。是吗？姐，你怎么这种态度啊？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们会那么关心我。我怎么能不关心你？你是我的亲姐，我怎么能眼看着你被杰森那种花花公子欺骗感情呢？看来你不仅关心我，还挺了解杰森。姐，你听我一句劝，离他远点好吗？
你从小就这样，表面上看着要强，其实心里特别善良，很容易相信别人。要不然你这么容易被那么多人骗，被咱爸骗，还被这种人骗，什么意思？我怎么被爸骗了？我去疗养院看过他了，他什么事都没有，能跑能唱能跳，还能赌，玩的不知道有多欢了。你还说他病得不行了，我看是你被他骗了。够了，你们那么关心我，我心里，但是没有人给你权利让你跑过来这样质问我的生活。我和我爸都挺好，就不劳烦你们母女两个人费心。哎，姐，还有什么事吗？你看看这个。什么呀？这是今天早上匿名寄到我们杂志社的。我本来不想让你看，不想让你知道杰森这么龌龊。喂，你干什么？像这种信口开河、无聊的东西留他干嘛？我骗骗你们这种娱乐记者还行，我没有兴趣看。这个、我很忙，没有时间关注这些八卦消息。我劝你也不要留着。再见。哎，姐，姐，气死我了。对不起，魏组长，我那个……不用，是我自己没有看清。查一个人的资料，许一。老大就是老大，本来稿件已经很无敌了，到了关键时候他又抛出更好的。上次揭露家暴男轰动全宁州，这次最后也没跑。哎，你看我这照片处理的不错吧？为人品味不错。是吗？西装领带、袖扣、戒指，全都是奢侈品。我怎么没看出来呢？你一脸肥肉，把眼都挤没了，能看出来呀？有钱真好。等我有钱了，我也穿西装，我也戴戒指。你穿上西装，戴上戒指，也就是个土豪。我怎么就土豪了？你住过400平米的别墅吗？水只喝依云的吗？牛肉只吃神户的吗？我没吃过，你吃过？人家吃过。太夸张了吧！不信，你看。哎呀，我去！这么快就被人肉出来了。被指没公开，毕竟是第一次。这次突发事件给公司的企业文化和公众形象带来了很大的打击，我们动用了所有的媒体关系去挽回这个损失。出于对大局的考虑，董事会讨论决定把你调回法国 MT 分部。向你道歉，没能把你调来大客户部。其实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为什么？因为那篇报道对您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。报道？你是说娱乐周刊？文章的作者是我的妹妹。你妹妹？
就是你那天喝醉来接你的那个。对。他不是叫魏西吗？是。魏西就是徐子林。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。我妹妹跟了我妈，所以改了姓。其实昨天她来找过我，告诉我她收到了一些关于你的消息。我劝过她不要留着，只是没有想到她会用这样的方式发表出来。没关系了，其实那天的状况谁看到也会误会啊。作为一个娱乐记者，他只是在做他的工作而已，我能理解。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。从我回来到现在，你就一直拿这句不好意思当开场白，我都要走了，你能不能换一句啊？你真的要回法国了吗？不，我是要离开 MT， 我辞职了。那天我喝多了，失礼了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。没有啊，康总，其实我都不记得了。全都不记得了吗？您不希望我记得的部分，我都已经忘记了。很好。那杰森的资料呢？都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在碎纸机里处理了。怎么，难道他们怀疑是您向媒体透露的消息啊？那倒没有，我只想确认一下，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发生在我们销售部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可是你在 MT 这么多年，你有今天的成绩全是靠你自己，难道就因为这些捕风捉影的八卦消息你就这样辞职吗？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吗？谢谢你能理解我，曾经的我总觉得自己很年轻，还以为有无数的自由和邂逅在等着我。季总，我已经辞职了，于公于私，你应该不叫我季总了吧？ OK， 季总。其实全世界怎么看我，我觉得不重要，我只想跟你解释清楚。我会这样是因为我父母的婚姻，他们很早就结婚了，在外人看他们算是成功的模范夫妻，可是我知道他们早就分居多年了，彼此之间冷若冰霜，这种婚姻不是很可怕吗？所以我告诉自己，我绝对不会轻易把自己扔到牢笼里，除非有一天我见到一个给我信心面对这一切的人。你可能觉得我不负责任，逃避问题，可这就是我改不了的自己。我理解。那你呢？你觉得婚姻应该怎么样？我吗？嗯，我觉得婚姻平平淡淡就是最好，我不奢求什么模范夫妻，也不要什么轰轰烈烈，只希望即便白天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，有多少不快乐，只要回到家里有一个人可以抱住我，告诉我没事，这一切都会好起来，哪怕是你知道他根本帮不上忙，但是只要有这个人的存在，你就会觉得特别满足，特别美好。杰森的家族有势力有背景，不管他去到哪里，都能带走一大批的客户和人脉资源。纵然他辞职，对他个人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。况且这些年他在 MT 也累积了不少的经验。他那一套都是法国的路子，听说大客户部的几个经理都在抱怨，自从他回来以后，整个部门都适应不了，全是一团乱的。啊，真的吗？我还以为大客户部那些女下属都跟蔚蓝一样被杰森征服了呢。